诞生于1995年的 Lady Dior 包是法国精品品牌 Dior 最具代表性的包款之一。法国第一夫人将它送给戴安娜王妃，此后经常看到戴安娜带着她 Lady Dior 出现在许多的公共场合。藤格纹图案以及 Dior 的吊坠是这个包包的特色。Dior 在上海举办的 Lady Dior 我之所见的展览，邀请了全球著名的摄影师、视觉艺术家、影像艺术家、电视电影制作人，自由诠释他们眼中的 Lady Dior。参展的艺术家包括了中国艺术家刘建华、Arne Quincy、Recycle Group、明和晃平、Olivia Scarry、Martin Boss、Peter Lindbergh、Ruben Afanado 和 David Lynch。展览的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区，让参观者可以亲身体验拥有自己设计的 Lady Dior 包款，而且还可以跟自己设计的包款合影留念。